进去了，我们要说1、2、3，欢迎光临。再大声一点好不好？1、2、3，欢迎光临。我们走出去的时候，我们要说什么？谢谢光临。哇，那等下那喊那么大声给客人听好不好？好，谁最厉害？1、2、3，大声！欢迎光临！你今天都好棒哦！那等一下我们会认识卖场，然后会跟你们讲一些小知识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地太差。哇 ，7-Eleven。这个是中的啦，这个是中的。那最矮的在前面的，就是那样。啊！你要躺进最前面吗？